什么极易宝石认可了你，就因为那女人使用过。你错了，她从来都不属于你。不过只是宝石中残存的硬石碎片而已，为什么要反抗？明明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妨碍我？她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，这就是他的火焰，他的颜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自以为可以战胜我？就因为你是善的西陵，我是恶的西陵？那种东西从来都不存在，是我选择了善，而你选择了恶。我不会认可你的想法，但既然是你赢了，就沿着你的路走下去吧，你说呢？尽你所能挣扎到最后吧，提亚娜。